相信也是他们。今天晚上真的，我不太知道他们结婚的事情，但是反正表示祝福吧。这位就是王志飞的女友张定涵，当天出席一场公益活动时，主持人爆料了两人的恋爱关系，并透露张定涵与王志飞已经拍了婚纱照，而这个消息也得到了张定涵的圈内好友甘薇的证实。婚纱照拍了，前几个月刚刚去国外拍完的。今天如果没有人说的话，我们会把这个秘密会保持到就那个估计十月份结婚的当天吧。其实在此之前，大家对张定涵并不太关注，实际上他与王志飞在十年前的电视剧《1.2亿》当中就有过合作，但此后并无太多交集。是什么时间？然后低调吗？好像是两年前吧，还是三年前？有三年了吧，应该快。谁也没追谁，好像他有伤心的时候，或者他工作忙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很多朋友陪他聊聊天啊，对对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大家比较谈得来。王老师应该是很疼他的，比如说定涵要做什么的话，王老师都会很包容他，都会听他的，就说啊，你高兴就好，你喜欢就好。张定涵比王志飞小15岁，曾在古装剧《天涯明月刀》中出演明月心一角。有报道称，两人去年年底就计划今年10月举行婚礼，并在今年1月份领证结婚。我不知道这个事情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反正先祝福新人吧，挺高兴的一件事情。剩下他的事情我不太知道，因为我们最近都比较忙。